三月九日，由李钟赫、金淳恩、李俊赫等主演的暖心电影《妈妈的笔记本》在首尔举办媒体试映会。李钟赫和金淳恩在片中饰演一对平凡的夫妻，最期待的就是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了。李俊赫씨가성격이너무좋아서촬영하는내내편하게연기할수있었고요저도오랜만에연기하는거라좀많이긴장되고했는데오빠가옆에서많이풀어줬던것같고요네좀다정하게나왔으면좋았을것같은데좀티격태격해서좀아쉽고다음에는사랑하는역할로 한번합시다 부부간에딱히뭐연기할거는없었습니다 네부부간의케미는뭐딱히뭐이렇게그냥제일상생활이랑비슷한것같기도하고 在综艺节目中展现了很多作为爸爸的样子，不过现实生活中，李钟赫究竟是哪种丈夫、哪种爸爸呢？저의사정에대해서물어보신것같은데 저는아빠긴아빠인데요약간삼촌같은아빠예요그리고와이프한테는약간동생같은남편 좀나이만많지저희와이프는아들을셋을키우고있습니다不知道什么时候李爸爸能带着三个宝贝一起再上节目啊